小云顶。所以这次我扮演 Terra 的这个旅游大使，那种感觉是更多的有自豪。Selin， 一天结束喽，怎样啊？非常累，但是非常的有意义。我们是期待接下来这四天的旅程，明天见。干嘛来 ？Hello。都有很多蜜蜂在里面，然后它现在盖着很可爱，像小屋子这样，是因为下雨不可以给它种到水。看一下后面，我们的家，哇，小小的房间，过了15分钟，我们终于到了。轻一点，谁这样大力？后面有人，小心，你不要看手机，看。我没有看手机，我根本没有空看。原住民的小卖部，有卖冬瓜阿力跟一些药材。他们的 supermarket， 木薯，好吃耶。是茶耶，喝看，那买冬瓜阿力可以进去里面买，好喝。我那时候来呢，我来得及，还不错。先拿走了，有一瓶的。嗨，Hello， 我们现在吃饱饭了，然后嘞，这里没有 WiFi， 时间还不到8:30嘞，anything都不能哦。那我们就是联络不到外面哦，感觉我们就与世隔绝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海上，不是湖上面，然后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做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准备好要谈心哦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我们从海上出来了，不是海，是湖，但是来到了另外一个湖，太平湖。我喝的是那个黑马高 BO， 然后是觉得还蛮不错。我觉得我试了那么多个，我最喜欢的是 Dadari， 还有他的意咖啡。现在是来咖啡厂哦 ，Dadari 吗？什么？好喝，真的。加麦乐，天哪，喝会走吗？它的咖啡味都够麦乐，还不错哦。真的，他们说这个是最啊，这边是平价的摩卡，是米乐加咖啡哦。
虫啊！手机 scan QR code 就可以听到光良跟你讲故事啦。Behind over there, awesome opportunity. Got it.过去的话，小林，太累了，去一次过很多地方，而且每个地方都超级热。Oh my god！ 可是我们今天也是有不错的体验呐、啊，至少我们今天可以在森林里面好像吃了一个 buffet， 然后我们又可以有一点点 Halloween 的 party 这样子咯。尝试第一次戴 scarf 在头，敏感是吧？是。所以我们明天终于要回家了。啦晚安，哥哥。看钟乳石的地方，然后它还可以去 rafting 的地方，哇，急流！可是我们今天就没有急流啊，因为是太累了。你不念兵马啊？哦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去探险，是走400多个阶梯。我是觉得很好体验，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自然的东西。真的很累，才刚刚爬完飞霜，就是刚爬完几个吧，都已经很累了。看小林，很累，等一下原地走回去，很可怕。羊头，大家看到吗？羊头。哦 ，fin。哦 ，fin。哦，哦 ，yeah，the fin。哇。ini yang insect bats kan？ 里面带，里面蝙蝠，蝙蝠大便，里面 insect bats。我们终于看到阳光了，有看到吗，森林？哇。阳光，真的，终于要出去了。